绿豆啊，如果您身边有孩子长痘痘特别厉害，就长痤疮、暗疮，好多年都好不了的，您真的去买一买片仔癀给他用用，因为片仔癀的黄后来的珍珠霜，它里面有这个名贵的这个配方啊，对你脸上的一个产生炎症问题，首先先做到一个消炎作用，其次它有水解珍珠粉，你脸上的痘疤、痘印、痘坑啊，或者我们女人啊，一旦到30岁以上，您就开始。哎呀，一个夏天脸上就几个沙发出来啊，那老人家很容易长一些老人斑之类的啊，特别的滋润，您涂上去了，你一。